长城汽车二三三三，寻日收市報二十二個四毫半，二十二個四毫半嘅倉，誒、呃、係開市位二十三個零五，跟住最高見到二十三個四，跟住就急跌跌到低位，全全個月最低位二十二個一之後略為反彈，低位窄幅橫行之後嘅收市位二十二個四毫半，係低個加權平均價嘅，啊咪低個加權平均價係二十二個五毫一啲㗎。 咁呢個股票歷史波幅係五萬二厘，恒生指數係二十點五厘。大家頭先見到咧，我表裏邊咁啊，恆生指數係兩倍幾嘅，咁我風險都誒唔低㗎。跟住咧就睇佢個表圖表啦，圖表二三三三日線圖咁啊，見到二十二個一咁啊，全張圖嘅時所有時段最低位啦。咁啊，繼續繼續一浪低一浪咁落緊嘅呢度，呢度急跌添啦。 一下彈上嚟，一下再彈上嚟，跌勢好似放緩咗，咁但係都係往下走嘅，已經係連續三個交易喺保利加通道底部之下收市噶啦，誒、呃、報收噶啦，S A l 亦都嚟淡，R S I S T C M A C D 就啱啱發出埋呢個雙紅光信號添，咁啊一定係睇淡啦，呢啲短期啊就唔好諗啦。咁如果彈上嚟第一個阻力位，大家識唔識呢個低位啦？ 二十二有九毫半，咁啊，如果再弹咗上嚟，睇兩個位咯，邊兩個位咧？呢度之前有一個好明顯嘅低位啊，就係二十六個六，二十六個六。咁啊，再講一次啦，二十六個六，二十二有九毫半。咁要突破呢個一浪低一浪咧，你先係要高過呢個位，升高過呢個位，二十六個二。咁即係話。 我哋先睇二十二個九毫半，係二十二個九毫半，再睇二十六個二，然後先至睇二十六個六啦。咁你話升高嘅呢度夠唔夠咧？呢、这個一浪低於一浪夠唔夠咧？能即係能唔會破壞晒成個短期嘅跌浪咧？咁我睇就、呃、都未必嘅，因為个呢個咧都唔算一個好重要嘅反彈浪頂。重要嘅反彈浪頂應該係呢一個。 呢一個係二十九個零五，你高過二十九個零五就得啦。啊，有晒呢位之後咧，我話俾你，個反彈浪頂個阻力嘅就唔係話你啊，我一搏反彈望呢個目標啊定翻轉頭，係你如果升咗上去過唔到啲目標是该，係應該沽貨止蝕啊，轉買個低只啊，暫時轉買個低只。如果你真係好鍾情呢一隻咧，就等佢轉得好，信路轉得好先至買。咁、那個情況就係咁樣樣嘅。

咁下降通道嘅底部咧就好低嘅啊，係好低嘅。咁如果你之前叫做升破咗，叫做升破過，係咪啊？而家就後你可以話誒樂觀啲，佢係試緊呢個下降通道底頂部嘅之前後抽回市又會再升嘅，再反彈呢、这個就樂觀啲嘅。但係如果你誒試、嗯、下畫多另外一條咧，你呢度下降軌啦，我由呢度。 話佢呢度咧，咁咧，你就會見到有個阻力線噶啦，咁所以暫時係喺呢條線紫色呢條同呢條桃紅色呢條之間係去增持等突破啦，啊，暫時係咁樣睇法，我哋嗱當就誒睇、嗯、一個向上突破反彈多啲勢頭先嘅阻力位，呢個向下突破再試低啲啦。 咁如果再事低啲就真係都幾不妙嘅，啊下邊冇乜支持位嘅，咁啊至於係咪真係要跌到呢條咁低咁睇落又唔使嘅，咁啊起碼跌多少少咁啦，又或者跌落嘅時候會唔會係跌呢一、這個跌浪，即呢度跌到呢度嘅一點六一八倍，甚至二點六一八倍咧？咁到時大家自己計一計啦，都可以預測到會跌到幾多？長城汽車另外三個嘅輔助分析指標。 平均線整體分布形式显顯著叫全面利淡。尋日跌市成交咧就冇縮減到，比前日略為增加，咁就唔係好理想啦。啊，雖然尋日同前日都比大前日係少好多成交，O B V 係沉底啦，繼續配合跌勢嘅。至於 D M I 咧，由於 A D X 低過二十，所以冇嘅參考價值。 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立即讚好、訂閱同埋 follow 我哋 E T N 所有嘅平台。投資路上，E T N 同你一齊並肩作戰。